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工作伙伴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今天是咱112年啊，咱乡里幼儿园的一个花样心情的音乐会啊，来到会场的有代表主席哈啊，也是副主席林立翁副主席啊，何春金啊代表啊，张亮轩代表，还有我们的简松树简议员，还有代表陈罗波立委来到会场的温建武特助，还有我们的林厚良村长的会长哈，还有黄登山村长、林敏雄村长，还有刘德敏村长，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、各位家长、各位小朋友、各位工作伙伴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首先非常感谢吼，咱的今仔是歇睏时间，咱的家长咱甲咱的囡仔带来遮。特殊学校来参与到咱的花样心情的一个音乐会的活动，非常感谢咱家长。你今仔嘛要对咱今日间分班的家长表示歹势吼，因为咱的海景那边的教室，因为二十几年啊，爱做一些这一个耐震补强，咱拢知影什么天天灾比较多，所以厝惊中央对这部分真重视，所以就补助。咱一定爱做这一个这個、耐震补强的工作，所以咱这卖囡仔这段时间这三四个月，咱这真无方便我想徛你工作的立场，在这里深深鞠躬表示感谢你们，也对你们的体谅表示谢谢，感谢。那第二个要就这机会给大家报告咱五个乡公所。为着要照顾咱的福利以及咱的福利吼咱的妈妈生囝吼这一个产检，咱拢希望咱的囡仔拢会当平平安安生落来，无路拢会当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吼，所以咱五个乡公所你即只要特别拜托咱代表会报帮忙，咱你七月初一要来对一个产检。车资的补助，一趟300块一次300块，那一胎有10次的身体的一个产检的一个补助，希望咱的所有的咱的妈妈，如果你怀孕了，小孩子生好了以后就来乡公所申请这样子的一个补助，在这里也要特别拜托咱的代表为咱到沙冈，我们一生顺利通过，这工作真多。咱的家长吼，大家拢伫欢迎，所以咱的公所今年就正式来推动这个政策。那么对生一个囡仔了后，咱嘛迄个生育补助2万，咱每一个囡仔有2年，一个月1000块2万4，这样来帮忙家长吼来做一个帮忙，减轻你的负担。咱的囡仔到2岁时阵，拢欢迎来咱的托儿所读册吼。咱的托儿所即马拢所有的工课，拢免抽签嘛，嘛免免经，嘛免食饭钱，嘛免学费，吼！咱有双语教学，跟才艺教学，咱们来看咧囡仔吼，愈来表演会愈好，咱们你有看就知。第三，就这机会要甲大家报告，咱公所吼，大概你这里办活动，拢爱出来外口讲借位数，所以咱去今年。咱哩当年吼就开始哩推动，要来做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幼儿演艺厅，甲体能馆、甲体育馆的这个建设。目前甲大家报告，目前咱私人的土地已经捏来2年好啊。即马从教育部，因为咱要看摕一块土地，伊的土地拄咱私有地中央，所以无甲提出袂使。摕这块土地的时阵。这个伊甲咱回应，目前可能回应了，咱感觉嘛，感觉真无意思。借这机会甲大家报告，伊讲哦，叫咱五个乡公所，伊个学生地吼，你五个乡个房叫咱甲调查。第二，叫咱甲调查宜兰县政府所有个空厝，看偌济，拢爱报分知影。这跟咱都无关系，所以哦，即马人了要你努力，甲教育部你沟通。如果今年内当土地会当摕到，咱就去甲买。咱若好个时阵。
咱的推动，咱的这个幼儿园艺厅的一个新建，将来咱就有一个真好的位所来参来欣赏咱的囡仔表演。迄个时阵，大家坐到像爱坐到顶环，囡仔是伫下骹，像咱宜兰的园艺厅安尼，咱的顶环看倒落来，看咱的囡仔表演的一场所，所以会提供更好的一个环境，予咱囡仔来啊使用。啊，咱这个伫遮特别来借这机会，甲大家报告。啊，莫耽误大家时间啦吼！啊，我报告到这。如果有什么代志，随时还甲幼儿园来联络，还是甲乡长，啊，甲咱的相关村长也好，议员也好，拢会使来做欢迎。咱公所也会尽力的接受大家的意见，来努力照顾咱的下代啊，照顾咱的囡仔，予咱的囡仔好好啊，你啊教育甲成长。最后祝今仔日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，等于大家家庭美满。主要损失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沈德茂沈乡长。啊，咱都知啊，啊，可能有的长官我们就没办法特别邀请，但是咱的代表会吼啊，加持其难，所以咱一定要给代表会副主席、主席部啊、常务主席来给做好人鼓啊，咱的活动的正式开始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好，那泡水泡来欢迎一下。我们邀请共同主办单位五节乡民代表会，我们邀请副主席代表致辞。啊，乡长哈，啊，咱漂亮的主持人哈，啊，过咱这长官哈，啊，甲咱这家长哈，阿公阿妈哈，啊，爸爸妈妈哈，啊，甲小朋友啊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因为啊，头拄乡长嘛讲吼，讲起码卖占用大家的时间吼，啊，因为头拄乡长吼嘛拢有解说过吼，啊，阮代表会吼，甲这村长吼，啊，含这议员吼，啊，甲乡长拢尽量吼拍拼吼，或者囡仔期待吼。读册吼，愈来吼，愈环境愈好，啊，大家吼，拍拼尽量生囝吼，啊，即摆读册佫免钱呢啦，吼，啊，大家吼，新年快乐，啊，唔是啦，万岁万岁，紧张吼，啊，大家吼，身体健康，谢谢。